Ciao.好，OK。那我刚一开始有跟各位提到过啊，现在最你觉得哪一种工作比较好？好起来对。但是现在科技非常的进步哦，你不要看这个现在你看它其实没有什么动荡水进去，然后把线就过来，一个风声越来越近。抓着风筝，甚至还可以把它当救生艇游泳，至少是不会沉。当然，身上还会穿这个。我们今天就先不讲那么多，我们就先讲比较概念性的。好，然后你看，我们现在刚好看这两位玩家，我们把风筝灌起来之后，接下来第二重要就是要开始要离线，我们要把线绑到风筝上，绑线有一定的位置。它线不是乱绑，不像我们放小朋友的风筝只有一条，我们风筝通常有四条，国外有一些案例。来，把线绑好了之后，它现在想要尝试起飞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风筝，好 ，OK， 飞起来了，哇，好，够。限制，我请他靠近一点给大家看。好啊，也可以啊。好，各位看哦，我现在要开始教大家风筝的一些在空中的位置。现在它这个位置我们叫十二点，我们玩风筝冲浪就是背对着风玩哦，不是面向的风哦。背对着风，所以你看我现在站的位置，我要玩，风是从那边吹过来，对不对？对我来讲，我的正头上就是12点，对我来讲，这边是3，9，对你们是3，啊，对我来讲这边是3，对不对？所以风筝，然后现在这位建制风筝就在他的12点，对不对？相对12点，好，各位记好，3、12、9这三个位置是风筝最没有力的位置，就是最安全的意思。你要风筝不要把你乱拉去撞东西失控什么的，就把风筝放在这三个位置，12、9。好，3点长什么样？这边是12点，这边是12点，没有受风力，平平的风没有力，风筝没有力。3点力了就会被拉起来，对，所以我们都是从3、5、9起飞。除了那种红色那个起不来，因为太受风力太小了，没风的时候，哦，风太小了，对不起，因为没什么风，只是浪很高。哦，所以那个比较大的还飞得起来，对。然后我们不好意思，这样一会儿，等一下我们会让各位操作风筝。我们操作风筝就是让各位把风筝升到上，上不来，到9点，风太弱就到10点，不到9点可能会掉下去。你再看，就在这边操作，还有另外一边操作，让各位感受一下那个风筝的拉力到底是多大。然后我们就在海上滑，就是利用这个风筝的拉力。为什么我们要把风筝力区什么时候要进去？都要把风筝让它进力去，这是我们跟风筝的，就是我们要起滑的时候，我们要又掉下来了。一开始不错的起滑，它一瞬间需要一个很大的力量，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抓。现在的风筝，我刚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哈，就是科技很发达，现在的第一个紧急释放的装置就是那一根把手。
可以到几点？要大声啦！我来讲一讲你，啊，按一讲哦。这个掉下来没有关系。教练，这个船要放了。第一头地骨郭庆山，第一头地骨郭庆山，61只黄文贤，61只黄文贤。好的好的，来，那因为呢我这边我们这边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哈。因为呢刚刚呢有在我们在摸彩说这个现场奖的时候啊，可能有一些员工有一点不太开心啊，觉得说没有在现场的人为什么要等他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如果说呢现场我们这次呢这位同仁他真的是蛮辛苦的啦，我们就体谅他这一次。那之后呢我们要调整游戏规则哦，等一下请大家把你手机拿出来，把你们那些还没有单位的同仁还没有到现场啊，通通call回来，通通call回来。待会呢只要是现场奖，我们喊三声不在现场的，好，喊三声不在现场的，那我们就直接下一个人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不可以？好好好好好的。那那个去洗手间的啊，我先预告一下，待会要摸的就是现场奖，要去洗手间的先等一下哈。好，那个现在去洗手间的先等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副理来为我们颁发我们的平板电脑，大家掌声鼓励，来恭喜我们这位同仁。来拍张照，拍张照。哎，小朋友叫一个，你们有玩具啊？哎，爸爸，这个平板电脑不能一天到晚给小朋友玩，眼睛会坏掉啊！啊，你要收好啊！啊，那麻烦到我们的那个队长出去那边写个资料哈，妹妹，妹妹，你要拿麦克风吗？好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大哥。来来来，大家掌声，掌声，恭喜这位幸运得主。